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上一节课呢咱们讲了孔雀的画法，那是第一讲啊，重点呢讲了一下孔雀这个墨稿怎么去画。当然墨稿之前呢咱们也讲了孔雀的结构，孔雀的一些特征啊，希望大家呢能够一个是从课堂上我们学会基本画法啊，同时我还希望您一定要到动物园去好好去看一看孔雀啊，让这个孔雀在您的脑子里头，在心里头啊，活灵活现的，拍点片子，画点速写，啊，不要说老师画了一个姿势，将来您就会画一个姿势，啊，我把我这个方法灵活运用，画出更多更美的动态来，这个咱们才是能够会创作，才能达到目的，啊，那个这次呢，咱们要讲讲这个。染颜色了啊，这染颜色呀一定要墨稿全干，绝对不能说半干的时候染，它一阴这就一塌糊涂啊。现在墨一墨呀已经全干了啊，这里面我要讲一个道理啊，孔雀非常华丽啊，非常漂亮，我们画它的时候呢又要漂亮又要雅啊，漂亮的不能太过分啊，这样呢我们采取中国画的一种特殊的染色的方法啊，实际上它是一种啊叠加的一种方法，不是说一遍染完啊，我们盘子您看我这儿很多很多颜色啊，我这边还有颜色准备是备用的啊，很多颜色，在这些颜色的运用上来说我们有一个规律啊，就是一层一层去染啊，有的地方衬湿叠加，有的地方是干了以后然后再叠加，所以这个叠加的这个湿的叠加和干的叠加各有各的要求啊，这样呢我呀通过示范您来看一看啊，我现在用一个提斗笔，这个盘子里面啊是淡赭石，千万不要让它颜色太浓了，浓了以后呢它就显得呀有点太火啊，为了减一减它的火气，这点呢有点藤黄我加在里头，它就显得稍微亮点了。好，下面呢我要加一些水啊，一般我在画室画画呢有个小勺去加水啊，如果没有小勺的话您看啊，拿一个干净的笔这就行了，这都是作画的一些小的经验吧啊，大家在看的时候呢慢慢的就都掌握了啊，淡淡的啊颜色先从这儿开始，我是先从这儿画的啊，先从这儿开始，这上面呢也是轻轻的画啊，它就显得干，绝对不能够说很重的点下去那就不行了啊。好，把这个全染上了啊，全染上了，但是要留一点东西啊，您看着看着您就明白了，留这个眼里面的最精彩的部分要留一留，给它空出来，这个地方啊都要染，您不要怕它阴出去，我现在是有意识的让它阴出去啊，轮廓上不能够太齐，太齐了就不好了。这点要空白啊，好，把那个眼留着啊，其实头部
也应该是点上啊，这点点上，这儿边上来一点啊，行了，就先这样啊，我再加点水，加水的目的是让它浅，您看这个尾，也就是说这个尾上覆雨这个部分啊，越往下它颜色越应该淡。这是第一步，第一步画完以后让它先干着点啊，等一等它。我们现在不是说这个就是在这坐着等着它，您看啊，我把这个盘儿放在这儿，我把这个搁这儿，我现在需要这个颜色了啊。我现在用白粉调藤黄，略加一点土黄，这个土黄呢是广告色，在中国画颜料里面呢是没有的，白粉多加一点，藤黄这是为主的，土黄少一点是为了减少一点它的火气，别太漂亮。弄到笔根啊，弄到笔根儿，刮一刮，然后啊，用尖儿调一点朱标，调点朱标，这尖上是淡朱标，然后下面是黄颜色，啊，方法是这样啊，往下一握，随时补充笔尖的颜色，笔根已经够用了。一笔下来，再补充笔尖儿。不要在那儿描啊！有人说这露个小缝儿，露个小缝儿是透气的。这画画啊，不能够，按照工笔画的要求。这个刚才浅了，浅了加一点啊。写意画嘛。就是大气，不太注意局部啊。这样有一个变化，颜色一笔下去以后有个变化。画孔雀是比较费劲了啊，和画那个大鸡呀不一样，那些可以任意去发挥，这个在形上它比较复杂，所以我们画的时候呢，该耐心的时候耐心，但是呢又不能说特别工细，太工细了也不对，这是个矛盾啊，大家的要注意这个问题。调草绿都要很润，画论里面呢有个词儿，色不爱墨，哪个爱字啊？妨碍的碍。加点水，你要是这么去加，那水也脏了啊。嗯，还是这么加吧。弄一个小勺，弯瓣的小勺，还是挺方便的啊。好，水啊，比较大，比较润。除了刚才那个眼上面那个颜色以外，这个其他部分呢都拿这个草绿先染一遍，这样这个眼那个部分啊它就更突出了。这些地方该出去让它出去啊，显得有气氛，显得啊羽毛特别厚。这儿出去，好，下面的地方呢也是虚虚的往下走啊，这是衬湿，衬湿呢它比较好接，很润啊，接在一起了。
这是在纸上去调色，等于是啊，绝对不是在盘上赭石加草绿染出去，它就不厚了。仔细看看，有些地方这个漏着的地方啊，漏着地方给它染绿了，这些地方用绿颜色给它染了。刚才空白就是为了让它透点色儿，所以我们画墨的时候呢，留有余地。好，这个部分我们再稍微等一等，这个时候做什么呢？薄镜，这也是用淡草绿稍微染染，头青古蓝，头青加古蓝，我用另外一支毛笔，还可以再加点普蓝，这个都是广告色或者水彩色，里面有普蓝。很浓啊，很厚。在这儿点一下，不是同心圆，在这个圆上，外头是个圆，点这个焦墨点的时候是往上点，这个呢又比往上再点一点，在这个焦墨点上头，让它焦墨点拖着它。这样呢，稍微的等了等它，这个是头绿，您不要用三绿，三绿太浅，印出去了，它不会糊在上面，就怕糊在上面，一糊在上面以后啊，它就把墨给挡住了。如果这张画画完以后，这个墨色不精彩了，那是失败。所以趁湿去染，您看这儿阴呐，没关系啊，让它阴。拿这个头绿稍微提一提往上头啊，下面扫出去啊，加点水，接着往下扫，徐徐的，不要有一个棱到哪儿就突然间就截止了，这是不合适的。刚才把这个尾上赋予的部分染完了，染完以后呢，我们重点的来解决这个头和脖颈。头青，这个头青啊，调的比较润。在这个浓墨上，由于它呀比较淡，所以它呢隐隐约约的能看到，要的就是这效果。它这个黑色的绒毛上面呢，发出一种蓝色的光。我现在用这个是古蓝，古蓝和这个头青啊调到一起，什么颜色都不让它呀，就是太单纯了，太单纯了以后呢，反而显得薄。在这儿啊，注意，我刚才在画的时候就已经告诉大家了，不要平着画，而是圆着画啊。这个笔呢，我已经把它调成扁的了，要让它透着墨。现在呢，我需要把这个颜色调浓一点的啊，在这儿戳戳。那几条竖线呢，有点太单了，太单了以后呢，我再拿草绿给它稍微的扫一扫，走一走，啊，有点拖着它就好了。白加上土黄这个颜色，少调一点，少调一点以后尖上稍微深一点啊，这样呢从尖儿往后退着走，
不一定都给它燃上，不要让它太阴，点上去，让它的眼睛啊特别突出，啊，这是一种艺术处理。爪子可以拿这个土黄加一点赭石，我现在呢用的是赭石，这个赭石要纯一点了，补上点啊。这个飞羽下半截是赭红色，画完以后呢，我们考虑到这个景它呢是一定要落在一个枝子上头或者是一块石头上，用浓的草绿，我现在在这儿啊打个底儿，实际上我在做草稿。这是什么？是紫藤。这个紫藤啊还可以从这儿过来，我刚才这一笔画的是这个花轴，现在画的是花柄，断断续续啊，有的是露出来了，有的地方呢空着，空着的目的是什么？是花在前面，先调紫颜色，我再用点二青或者三青，现在呢我用这个紫颜色调得深一点，然后再补一补它下面的这两瓣，它四个瓣啊，啊这两个瓣给它补一补，让它颜色上有一些变化，深的紫颜色啊，这个是这样走，这个呢是这样走，再补一补，这都是有动势的啊，有情感的，这样它就美了啊。把这个放到这儿以后，然后呢再把这些地方啊稍微给它补充一下啊，补充一下，行了，拿绿颜色，然后尖上调点胭脂，把这个花托这部分点一下，这是写意的手法。主体的花画完以后呢，下面呢我需要画叶子了，这个叶子是草绿颜色，现在是这样啊，调的稍微偏黄一点，不要太蓝啊，因为在尖上还要寻求变化。紫藤花在刚开花的时候叶儿不多，它这个叶儿呢是绿中带红头，您看这一笔下去以后尖上发红，但是绝对不能是曙红啊，根上还有点绿，我再补充这个笔尖颜色，再看看啊，侧锋运笔出来它就有这个效果，这边呢就不要跟它一样了，我可以这么走，羽状复叶好几笔来一块来点啊，我可以加点水让它淡一点，然后呢尖上再调点啊，因为它这样有点顺了，顺了以后呢缺少变化，好了我再加一加，这儿再复杂一点，行了啊，有多有少啊，有变化，可以了。这里面呢孔雀在哪儿待着呢？一个枝干太孤立了，给它交代一下就行了啊，实际上这也都是啊，这个让它不必太突出，啊，只要有所交代，重点突出的还应该是这些部分，啊，它的叶子啊，
就不要画复杂的叶金了，点一个主叶金，这些地方都要从简啊，因为主题已经有了啊。这是一组，这组呢还没有完，没有完，拿一个小笔，本来啊它的这个花心呢应该是黄色的，但是我们不画黄的了，这画黄了以后和这个孔雀啊又互相夺了，这里面有黄的，有黄的，拿白的，白颜色比较浓，点一下。写意识啊，因为我们画它的时候啊，有的时候啊它这个花因为是写意识的，所以它并不是很清楚，是吧，是一个大效果。完了以后再稍微的刻洒一下，行了，显出它的复杂来了啊。这部分画完了，右上角还有一部分呢，这两部分不能用同一个手法来画，下面的花骨朵啊，里面的这些小花饼呢也不要拿绿颜色去画了啊。我现在蘸点水，蘸点水以后呢，这点注意啊，我实际上是在拖这个主体呢，我反衬完了以后这主体这白就出来了。我上一节课给大家讲了关于反衬的意思，这个是呢误衬，就是说我用花去衬托，误衬。这个枝干我现在啊用非常淡的花青，千万不要弄得太过于实了，一实了就不好了啊。画点枝干，然后呢适当画点印儿，虚虚的啊，从整体效果看起来，这张画呢有主有辅，有近有远啊，互相之间还是可以了啊。这个画呢题款要考虑一下，我后面挂的那张画呢花画的比较低，上面有个地儿可以题款，这张画呢右上角是个空白的地方。现在呢我题款，这张画比较适合的位置还是右上角，这个款呢一定要提到下面来，不要提半截，张盖在这儿以后和这个孔雀的身子气要接上。这样呢从这个角来说，这已经垂下来了，和右上角形成一种呼应的关系。我们这两讲给同学们介绍了孔雀的画法啊，这个孔雀呢确实好看啊，确实漂亮啊，但是呢也希望同学们画的时候呢既漂亮又雅致。这里面呢很关键的一个问题就是孔雀这个墨底儿墨稿子非常重要。有人说漂亮我干脆拿颜色去表现吧，这就不是中国画了啊，它就不雅了，不厚重了，所以呢墨色的浓淡干湿在里面起到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作用啊。中国画讲究以墨为主，以色为辅啊，这个色不爱墨就是不妨碍墨啊。画完以后要求是什么，我染了多少遍最后墨色还应该是清楚的。大家看一看啊，今天我介绍这个染法实际上是一种这个极色法啊，是一种一层一层的叠加法啊。这个墨有浓有淡，赭石、草绿、二绿或者头绿啊，然后再加上稍微干一点的，像比如说这个眼上面的这个蓝色啊，这个蓝色有普蓝啊，有古蓝，这是借助广告色了，它能压得住，在墨色的拖着它啊，拖着它，显得呢它更沉重更稳重，是吧。还有薄镜的颜色啊，那是该干就干，该湿就湿。
啊，所以把这些技巧啊灵活运用，啊，它不是说简简单单一个形的问题，是吧？在法上头还是很有讲究的，啊，再加上呢，补景服从于它，润润的、淡淡的，整体来说是和谐的，有主有辅，这样就好了，啊，今天呢我就不多说了，是吧？希望大家呢能够按照基本的画法，啊，然后再看看我这儿有两张范画，啊，这两张范画是横的，啊，画的都是两只孔雀，啊，这个景儿也比较大，一张是六尺的，一张是四尺的。我希望大家回去以后画四尺的，放开了画，别画得太拘谨，啊，因为这个题材是大题材，啊，希望大家能够把它画好，有更新的进步。今天的课我们就讲到这儿，同学们再见。